部地北部地区嘛是落雨晴天，温度是24度到26度。在中部下都下晡嘛也是落雨，25度到26度。南部地区嘛是落雨，温度上低25度，上高28度。宜兰花莲台东红桃树也是落雨，25度到29度。天后金门妈祖也都是落雨，24度到29度。